这蛋糕不对哦，我还是比较喜欢棒蛋糕。今天教你充满柠檬味的柠檬棒蛋糕。今天的食材有无盐奶油、白砂糖、鸡蛋、低筋面粉、泡打粉、牛奶、柠檬、糖粉。首先先打鸡蛋，接着在碗中加入奶油、砂糖、柠檬皮，把刚刚的蛋液分4到5次慢慢加入拌匀。再来把过筛后的低筋面粉还有泡打粉加入刚刚的材料拌匀，最后加入牛奶搅拌，就完成蛋糕体。接着倒入铝箔烤模约7分满，放入预热好的180度烤箱烤20至25分钟。接着来煮糖浆，在锅中加入柠檬汁、白砂糖，煮到糖化掉就 OK 咯。再来制作糖霜，糖粉过筛后倒入柠檬汁搅拌均匀。蛋糕充满柠檬香味，这样做就对了。在烤好的蛋糕上用竹签插洞，接着涂上糖浆，利用这些小洞就能让棒蛋糕充满柠檬香气哟。最后将糖霜淋上蛋糕，这样就完成传说中的老奶奶柠檬棒蛋糕。